啊，大家那个把我的直播室通知点一下，喜欢主播把这个关注点一点。主播瑶瑶你那个宝宝们，然后喜欢主播的话，我们把这个关注点一点啊，那个我给你们截屏啊，那个把这个底下星星点一点，星星啊，底下的星点一点啊，这里大家把星点一点啊，然后那个把这个直播室通知点一下啊，这个是电脑用户点击这里，手机用户点击这里有一个星星的标志，点一下，然后底下武林争霸还有那个五星五秀啊，大家都预约一下啊，这个预约一下马上就可以看了啊，是星期几来着这个，我已经被淘汰了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很优秀的主播比赛啊，跳舞主播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凑个热闹也行。好，我接着给大家跳了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点个关注啊，
说拿开不能拿开，胸太大了啊，太丰满了，一拿开了以后就春光都被你看见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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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我们跳个舞啊，鼻子抠了一下，你白痴，你才白痴呢。那个啊，大家那个喜欢我的话，可以把这个关注点点啊。你不点，你下次找不到我，因为我都白天的轮麦的，知道吗？晚上很少见到我。你好漂亮，谢谢各位夸奖啊，谢谢各位兄台。那个，我再给他跳一点点吧啊。那个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马上就被。就会被吓下去了，嗯，来，跳个啊，跳欢快吧。
哎呀，哎呀，我好累呀、啊，那个，快点点点关注吧，我要撤了啊。看见没有？我刚才一捋的时候，我的脸突然间变得非常的大，像个猪一样。啊！你又把手拿开，我这我得捂着，不然逼累了那个什么。啊！你们别害我。那个啊，大家点点关注吧。那个一会儿我就撤了啊。我给大家聊会儿天吧，不要捂着。我就捂。那个。对啊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湖北人，湖北天门的，我现在在山东，是不是听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啊？我从小就不会说普通话。对，我说这个话也是很奇怪，就是很，就是掺杂着好几种感觉呢。昨天没舞，山东济宁市，济宁，孔子的故乡，孔孟之乡，孔子的故乡，对。孔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啊，欢迎大家啊！我要撤了啊！我要真撤了，这是真撤了啊！拜拜啊！有缘再见啊！拜拜，有缘再见。